观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看《狮城有约》，我是梁权。你好，我是尤怡。谈到这个数码化，其实我们的商家不一定要去选择非常尖端或高科技的方案，他们应该选择适合他们，就是要配合他们的需求还有他们的能力的方案。那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照片给第八波道的朋友们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视觉营销计划。那如果可能，第八波道的观众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中药店，其实是在50年代就已经是开始营业的中药店，叫做信和堂。那他们呢，和大概100多家的商店在这几个月就加入了我们这个视觉营销计划。那这个视觉营销计划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商店老板们掌握这个店铺的这个设计还有产品的摆放这一方面的技能，让他们的这个店铺可以焕然一新。大家看到我们信和堂之前跟之后真的是焕然一新。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益呢？其实最重要是要把顾客吸引进那个店铺，第一。第二呢，把顾客吸引到这个店里呢，希望这个顾客可以待久一点点，对吗？待久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顾客可能会购买更多的商品还有这个服务，那我们的老板们的营业额就会增加。那我们在这几个月呢，吸引到超过100家的公司参加这个视觉营销计划。那我们和他们调研，他们也分享说，基本上呢，他们改头换面了过后呢，他们的顾客其实以前待5分钟，现在可能会待15分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营业额基本上几乎是增加了10%，所以不管是数码化方案，还是电子这个支付方案，或者是这个视觉营销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商家们可以转型。今天的狮城有约就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与您再会，再见。